这段时间怎么样？昨天又去检查了，然后结节也是，反正没有点着血流了，然后也没有增大。这一阵怎么感觉腰没有以前那么容易酸了？行，挺好。反正以前老觉得自己腰不舒服，然后最近感觉也好点了。要好一些了，行。然后那个结节现在什么情况？结节还是那个跟原来大小一样，没有变大。然后最早刚开始检查的时候是有那个点状血流信号，但是现在也一直都没有啊，了。那挺好，没血流信号好啊。然后这个其他检查都正常，现在是吧？也都正常。行，那我一会儿再给你调调方。我看你舌头什么样了，舌头现在行啊，舌苔有点点厚不重，舌底问题不大。你再放下，我看你舌尖，好，有点齿痕不重，好好。那我再给你调一调，它是结节跟那个交界瘤切除这个，咱得巩固一下这些东对，西啊。我老是觉得我胃消化不好，胃消化不好，我给你调一吃东调。西反正就容易胀气，或者就感觉嗓子烧得慌。烧的话有点胃酸了，我给你调一调。